下一组，凤舞对木摇。凤舞，你现在认输还来得及，要是真上了擂台，丢面子是小，不小心受点伤什么的，那就不好了。还没比试呢，谁输谁赢还不知道呢。再说，我还想听你叫我爸爸，怎么可能现在就认输？口气挺大的嘛。既然你不见棺材不落泪，咱们就动真格试试好了。小五，你一定会赢的。凤舞，今日既然是比试凌厉，要不咱们就不使兵器，空手博弈，这样也能不伤和气。好啊。没有了凤鸣剑，你当真以为还能赢得了木瑶吗？你再等我一下啊。此次试棺入穴，师父十分重视，希望我们碧落宫的弟子都能有好的成绩。凤舞此次重新修炼，无论如何都是我们的心头大患。今天这场比试只许胜不许败。你是火修，我们碧落宫是水修，水克火，这场比试你注定是赢不了我。那得试试才知道。糟糕，没想到这家伙的灵力居然提升如此之快。你现在上去，就算违规，凤舞就失去资格了。